真相，是风作浓烟多，总是那奴才举个未必恰当的例子，犹如这把剑悬在老奴的头上，而剑柄攥在皇上的手里，皇上随时随地都可以一剑砍下去，可皇上偏偏不砍，这把剑始终悬在老奴头上，那老奴焉能不忠心耿耿、死心塌地替皇上效命啊？朕懂你的意思了，你是想让朕闭上眼睛装不知道，仍然重用洪承畴的征剿方略，仍然用杨嗣昌内阁首辅。是是是，如此一来，杨嗣昌、洪承畴会深深感到皇恩山高海深，而那个写匿名者的小人也更会觉得皇上深不可测，更加畏惧皇上的天威。这样吧，朕继续佯作不知。皇上圣命。朕之所以饶了他们，是用他们平贼。国家太平之后，朕还是要治杨嗣昌、洪承畴今日的欺君之罪。是是是，等到了那一天，老奴一定找出他们的罪过来，让他们自取其祸，让他们死而无怨。皇上有旨，传杨嗣昌、洪承畴觐见。王公公，皇上的天怒消了吗？老奴不知道。罪臣叩见皇上，请皇上明察。请皇上明察。圣断。娘。
但外卿不必惊慌，你们什么罪名？朕已经令王承恩严查过了。这个匿名者所奏之事，全属子虚乌有。这个匿名小人竟敢离间君臣关系，祸乱朝政，真是可耻可恨。谢皇上圣断。爱卿们放心吧，你们是朕的臂膀，就是朝廷栋梁。朕不信任你们，信任谁啊？朕不重用你们，又重用谁？谢皇上天恩。宁朝，臣在。你的征剿方略，朕十分赞赏。不，并无任何方略。 臣所有的征剿方略，都是皇上的。杨四商，臣在。朕拜你为无声总督，望你顺天意，急人心，剿灭顽敌呀！臣遵旨。 臣的心饱受损伤，已经跟这把天子剑一样。皇上啊！断，惨的惨。皇上。可是，别看他伤损不堪，他却锋利无比，仍然可以砍头落地。杨嗣章，臣在。你。 已经是无声总督了，朕就将折尊天子剑授予你。臣对天起誓，臣一定精忠报国，剿灭顽敌，忠兴大明。怎么样？万公公。 今日之恩，在下必报啊！哟，杨大人言重了。王公公，王公公再生之德，在下是莫齿不忘。吴大人何必客气啊？今儿这事，全是皇上恩典，与老奴毫无干系。二位大人，请。好，好，请。 几位大人都辛苦了，起来吧。皇上，请你们进去喝茶呢。谢皇恩典。嗯。 是鲁公公，真是稀客。你是从哪儿进来的？小的是走进来的。<笑>我知道你是走进来的，我是说，啊，我是说你这个伤是怎么回事？哦，这伤啊，是小的不当心，被奸人暗算了。哦。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今天是端午节，王公公请洪大人过去吃粽子。粽子？嗯。好吧，你替我谢谢王公公的美意，啊，我一定准时赴宴。洪大人，请吧。 这就走，我想回家看看。敢问洪大人，您干嘛要回家呀？我想回家看看我内人，我想料理一下后事，我请公公给个方便行吗？哟。
这个小的可做不了主，小的只管请洪大人过去吃粽子。吃粽子，吃粽子！我看你是想把我做成了馅儿，包进麻袋，扔进护城河淹死。小的可没见过什么人肉粽子。好，走，我跟你吃粽子去。洪大人，请。洪大人，请吧。王恩恩还请了谁来吃粽子了？据小的所知，只请了洪大人您一位。呵呵，还真看得起我。那我请问，皇上知不知道这件事？谁不知道今天是端午节呀？皇上能不知道吗？我是问，是不是皇上下旨杀的我？哟，小的只知道请洪大人，别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好啊，王承恩竟敢私斩内阁大臣了，他简直要翻了天了。洪大人，请吧。好看吗，洪大人？嗯，好看。哼，当然好看了，这都是各地送来的贡品，美不胜收啊，是不是啊，洪大人？甭管是不是，反正我不想看了。哎，别急，老夫想让你猜一猜，这粽子会是什么馅儿的？总该不会是人肉馅儿的吧？哎，他怎么就不会是人肉馅儿的呢？皇上现在还在布衣素食，我想你王承恩暂时还不敢吃人肉吧？真厉害，洪大人，口舌厉害，领教了。你过奖了，口舌一般，要不然怎么连这么好的粽子都吃不下去呢？嗯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。哎呀，洪大人呐，老夫真是服了你了。说实话，这么些年了，老夫自己以为是绝顶聪明的啊，天底下除了皇上没第二个人了。哎呀，现在才领教，洪大人才真的是高人呐！啊，老夫是自愧不如，甘拜下风啊！行了行了，我说王承恩，你这话里到底是包的什么馅儿？也没什么，老夫请你来，想跟你说说百花楼的事。有人上了密奏，害得大家差点掉了脑袋。这事儿你知道吧？我知道。老夫就想啊，这个密奏者那天肯定也在百花楼啊，而且就是你们当中的一个呀。为什么？你想啊，他这个密奏写得如此详尽，这说明那天他就在现场嘛。哦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密折里一共点了五个人，可是当时在场的有六位大臣。哦对，唯独漏了那个陕西刘巡抚。也许这个密奏就是这个刘巡抚写的。也许不是他。
我想啊，漏掉了刘巡抚，正是这个密奏者的高明之处啊。因为这样一来，他就可以嫁祸于刘了。对，有道理，您说的有道理。是啊，哎呀，这个事情让老夫着实费了一番心思，到底是谁呢？老夫思来想去，恍然大悟。是谁？由于这件事情要是败露，那首当其冲的就是杨嗣昌啊。因为那天他是东道，你们几位都是客，是从犯。那洪大人，我要问问你了，如果皇上废了杨嗣昌，对谁最为有利呢？对谁？明知故问，舍你其谁呀？只有杨嗣昌倒了，你才能升任五省总督啊！王承恩，你血口喷人！你知道在那个密奏里边也点了我的名字，而且我是名列第二，我差点掉脑袋。所以老夫才佩服你啊，洪大人呐、你想得好啊。这件事如果皇上怪罪下来，你洪承畴最多也不过就是降职留用，而杨嗣昌呢，肯定是要被罢免了。那么完事之后，这四面六欲十面网的征剿方略，总得还有大臣去贯彻吧。那皇上会选谁呀？可这满朝文武，包括封疆大吏，选来选去，首选还是你呀！要让五省总督的头衔落到你的头上，皇上会叫你戴罪立功。王承恩，我知道你最擅长的就是妄加猜测。我问你，你有证据吗？你有没有？厉害，洪大人真是厉害，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。是啊，像你这么聪明的人，做事怎么会留下把柄呢？你没有证据，对吧？那咱们就去见皇上，咱们甭在这儿啰嗦。慢着，我告诉你，洪承畴，我实在不想让皇上再伤心了，老夫就要在此了断。你没有证据，你就想杀我？实不相瞒，洪大人，老夫已经夺下人，把八间内阁牵押房搜了个遍，每个耗子窟窿都掏了。你好大的胆子，你敢私搜内阁？你怎么忘了啊？伺候你们这些内阁大臣本是我东厂职责所在啊。别怕，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我们搜了，可就搜到一些你烧毁的纸屑，等于白忙活了。那就抱歉了。抱歉，抱歉的是我，因为这事儿你没干利索，你没有烧透。我的下人终于搜到了半张底稿。
自个儿瞧瞧。洪承畴啊，洪承畴，你太狠了你啊，你怎么这么干？无省总督舍我其谁？他杨嗣昌根本不配，他不配呀、啊！你为了自己的功名啊，就差点没把皇上气疯，差点害死杨嗣昌，你差点毁了你自己的政教方略。事已至此，要杀要砍，随王公公决断。我只求王公公不要告诉杨嗣昌。我当然不会那么做。但是，如果他自个儿知道了，我可就没办法了。洪大人，幸亏搜出半夜纸片。要不然老夫到死也弄不明白。事已至此了，请杨大人和王公公发落。起来吧，佩服佩服啊！洪大人，你的雄才大略是天下一品，你的阴险毒辣更是超一品的呀。来之前我已经进宫面君了，要论辅助皇上处理内政，洪承畴不如我；要论带兵打仗剿灭顽敌，我不如洪承畴。洪大人，皇上真是圣君呐！皇上思虑再三，竟然改变了旨意，命你为五省总督，命我为监察，我们二人联手共同剿灭中原逆军呀。为什么？哎呀，这还不明白吗？杨嗣昌当着皇上宝藏你为五省总督，皇上准了。不可能，怎么会是这样呢？洪老弟，我已命内阁起草诏书，皇上御批之后今天就可以昭告天下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比他更狠，你比他更毒。像你这样狠毒双节的人，才是中原逆军天生的克星，征剿非你不可。杨大人，杨大人啊！你我二人，咱们相处了这么多年，这是啊，这是老夫为二位准备的家宴，葡萄美酒，夜光杯啊。洪大人，咱们都知道，忠不忠在心里，不在吃不吃肉，喝不喝酒。对对啊，请请，哎，二老请，二老请，坐坐坐，二老请。王公公，来，您上座。杨大人，您请。哎，坐坐坐，来来。哎，好，来，干！来来来来。二位大人呢？大家起啊！以前的事儿就算过去了啊！眼瞅着洪总督就要走马上任了，老夫想听听你的征剿妙计。如果说让我征剿，那我就比他还贼。是。首先，
我准备用五省官军联剿，水银泻地一般，不分日夜的穷追，追的这些地区们吃不好睡不好，是人困马乏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应该说是官军也累了，逆军也累了，逆军都跑不动了。是啊，因为过去那些当官的征剿都是为了皇上征剿，因此他们既贪功又怕失败，而我洪承畴征剿不是为了皇上，我是废剿而剿，有我无他。好，洪大人，冲你这番话，老夫一定千方百计地保你。我只求二位大人帮我一件事。您说，请说。帮我把皇上蒙在鼓里，千万别让皇上知道了我真正的方略是什么，否则皇上三天两头的给你指手画脚，这让我难受啊。我明白了，洪大人，这次征剿你是自个儿要当皇上了。对。连下了三城，啊，东湖、吕镇，还有南关，啊，洪疯子的包围网啊，被咱们彻底打破了。我想啊，他这会儿正在杀那些窝囊将军呢。就是。官军的攻势啊，现在已成了强弩之末，接下来啊，就看咱们施展了啊。各位兄弟啊，啊，今天咱们商量商量，下一步怎么行动，啊。照我说呀，先休整两天，然后打到河南老家去。我看还是继续向东挺进，那是长江的一带，富得流油啊，朝廷的大后方，要什么有什么呀。哎，熟了熟了熟了，哎呦熟了啊，让让让让让让，哎呀来呀，哎呀，起来快起来，大王想什么呢？啊，自称兄弟别有见解啊，他早就跟我说过，咱们义军不能常年东征西跑，应该建立一块根据地，图谋远大的发展呢。好啊，那咱就啊，直捣朝廷的心窝，在那里啊，咱们打下一个根据地，怎么样？啊？你说清楚一点，那儿是哪儿啊？哎，滁州啊！好啊，滁州，到滁州啊！对对，是个好主意。这是饿虎掏心，专打朝廷的软肋呀。对，朝廷在滁州一带。必有重兵防守。哎呀，大哥，这滁州啊，距陪都南京也就几百里，得了滁州之后，那肯定是啊，全国震惊，重真丧胆呐。咱们义军啊，正好在那里啊，可以招兵买马，扩大队伍。哦，再往后啊，咱就直攻到南京城，建立新朝。哎，对了，咱们呢，还可以借这个朱元璋的皇宫用一用。咱自己治理天下，你们说怎么样？你要是当了皇上，我们哥几个都成了开国功臣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我高迎祥只是想和众位弟兄荣辱与共，生死同舟啊，推翻大明也是为了拯救天下的百姓啊，至于皇帝什么的，我想都没敢想过啊。哎，大哥不想，咱们帮他想啊！就是啊，啊，这么着吧，啊，咱们先集中全部的兵马，打下了滁州以后再说。啊，干杯！哎，干杯！哎，大哥，
您这是上哪儿去？花园里走走，闷死了。啊，王承恩呐，有中原的消息吗？暂时还没有。那死伤吴承畴出征半年了，送来的都是败报。今日东湖等三城失守，昨儿又说滁州被困，要是再把滁州丢了，朕……皇上大可放心，滁州断然不会失陷的。都不敢指望什么了。朝廷里凡是可用之兵，尽用于征剿；凡是可用之饷，尽拨付杨洪。现在朝廷里再无一兵一饷了，朕都被他们掏空了呀！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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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体回息吧，朕走不动了。皇上，要不老奴传太医给您请个脉？朕还有脉吗？朕连脉都快没有了。不用。哎呀，皇上别这么说，千万不能这么说呀。疲劳，还有就是营养不良。哦，王公公，您是不是得给皇上进点补？要不然呢，要发生大事儿啊！哎，好，好了，来走吧。皇上，皇上。老奴恳请皇上为天下臣民尽一碗燕窝鱼翅羹吧。敌不灭，朕不是鱼肉，不解笑意啊。乐安呢？乐安，你父皇现在怎么样了？今天跟昨天一样，昨天跟前天也一样。我是问你他的膳食。也一样。那他的脾气呢？哎呀，母后您就放心吧，父皇样样都跟以前一样，挺好的。你就不能跟娘说点实话吗？女儿说的是实话。不对，我虽然被禁足，我见不到你的父皇，可是娘知道你父皇他现在满脸沧桑，满头的白发，像一个五六十岁的人，连走路都要拄拐杖，你说是不是？
禀报总督，敌手高迎祥现在正在猛攻滁州，巡抚李明恳求总督火速发兵救援。哦，滁州城还能支撑多久啊？禀总督，最多还能支撑两天。嗯，好，那就让他们撑着吧，你下去休息。总督，滁州还有50,000兄弟呢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。何止50,000弟兄，滁州城那边还有300,000粮草呢。总督，李巡抚和50,000兄弟求您了。我知道了。总督，下去。走，红疯子，李巡抚已经上折子告你了，你见死不救，你狼心狗肺，你不能好死啊！刚才的话，大家都听见了吧？宋彪总讲，滁州城最多还能支撑两天，可实际上，他们连一天也支撑不了。滁州的失陷，最迟也就是在今夜的五更之前。因此，今天晚上300,000大军提前入睡，好好睡上一觉。明天五更之前起床，每人吃上半斤牛肉、一斤大饼。辰时开拔。遵命。本督估计，到达滁州应该是5时。如果说到达之后滁州仍然没有失陷的话，那么各营就地歇息。擅自出战者，斩！如果说我们到达的时候，滁州城已经失陷，那么本督会放出3支红色信号炮。啊，见到炮之后，诸位，你们就可以进城开始围猎了。但是。有一句话，你们要传达到每一位兵勇，啊，300,000兵勇，每一个人，你们都要给我传达到。什么话呢？也就是说，你们要告诉他们，进城之后，见一个男人杀一个男人，不管是义军还是老百姓，只要是男人，统统给我斩尽杀绝，一个都不要留。为什么呢？这些逆军进城之后，把衣服一脱，就成了老百姓了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各营的弟兄恐怕死伤过半，我担心的还不是这个。那您担心什么？我担心的是，我们攻打滁州已经8天了。这么长的时间里，红疯子为何还不派援军来？大家看到，这就是滁州巡抚老爷待的地方。是写给崇祯的遗书吧？不，是李巡抚写给红疯子的遗书。嘿，嘿嘿。狗咬狗，两嘴毛，让他们互相骂去吧。他骂红疯子见死不救，让滁州50,000守军当诱饵，你明白吗？什么？也就是说，他用50,000滁州守军的命，来钓咱们40,000义军这条鱼。哎，快看，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大哥。彻底被包围了，冲出去！拼死也要冲出去！弟兄们，冲啊！冲啊！
水流，似水。